大家好，我是今年2017年金融学的博士毕业生刘国超。今天心情很激动很紧张，一方面就是因为今年是上海财经大学100周年，另外我今天的活动呢，我就是要做一个学生的代表发言的，所以心情是很激动很紧张。简单来说呢，我就要多谢我的博导周平教授和其他的老师啦，我太太和我家人，挨了这么多年终于可以毕业了，多谢。